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成进。哎，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再介绍另外一种怎么知道自己的刀已经磨好的方式。那首先呢，先找一个平整的一个桌面，然后一样再找一张纸，然后我们顺着这个纸啊，这样推过去。这个切不太好。我们这个主要目的是看你能不能从这个纸啊再刮下一层，就是想象把纸再切成一半的感觉。哎，像这样子，好像大家看不看得清楚，这边有被切开来的感觉。再切一次，看可不可以切大块一点给大家看。OK， 这个感觉还不错。我看到，我从这个纸中间，我又刮了一小块下来，像这个样子，这样，有点没照到。哎，像这个样子，有没有看到？所以大家可以清楚看到，这个中间有一条特别薄，就是你要顺这个割，这个确认就是说，哎，你的刀已经非常的利，然后力道可以就是，在这么薄的纸又可以再刮下一。快要将近一半的一个这个厚度，像这样子，我们看有没有再割一次给大家看啦、啊。哎，是，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像这个样子，那大家刀可以做到这样子，就代表说，哎，你的刀已经非常的利了，所以可以消除这种小屑屑。然后这小屑屑，大家也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用蜡油啊，把它变成一个蜡块，然后变成它在野外就是一种，非常好用的一种引火的材料，然后而且它也可以顺便就是，哎，主要是不要浪费资源啦、啊。你想说，既能测试你的刀磨力后，这个屑屑又可以拿来做成一个引火材，在野外使用。好，这就是大概一个今天的一个小介绍。然后一样喜欢的话，可以按下面的喜欢，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不错啊，也可以按下订阅。然后有什么意见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我会尽快回复给大家。好，就这样，刘成进 out。